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其实冇错，今日翻返嚟时之歌呢款游戏。呢款游戏呢，我已经呢整体玩咗几日啦。我发觉呢款游戏实在太点讲呢，唔知系我个国家嘅问题定系点，即系我喺 IG 出 post 我都话，即系我已即系搞笑你唔知，我同你倾偈个倾到好卵嗨，唔知我已经谂紧，即系我有问过其他国家系咪咁样，之后其他国家就比较倾向呢，即系。新人多啊，之后打即系基本上好认真咁打嘅。我哋多人根本就喺度倾偈，好冇？打乜嘢啫？打飞机啊！真系黐线嘅。之后，总言之，我大概理解到呢个游戏嘅玩法。呢、這个游戏咧，总言之咧，你系一个霸地盘嘅游戏，但系好似咧，冇记错，佢系唔知系即系去十几日之后就个世界就完噶啦，即系。我而家所身处嗰个世界就完噶啦，系冇错。总言之，我啱啱就同成堆友、成堆国家人打团战啦，咁之后，唉，真系冇讲啦，我打到好卵废，唉，真系食屎啦。咁总言之，基本上咧，我就发觉喺时职嗰度咧，基本上只要你打，只要你有用力去打咧，基本上咧都系攞到嘢嘅。系冇错。反正咧就只要系自己国家就可以攞钱，攞4000蚊，4000蚊都够抽一次十抽啦。而且我觉得佢攞到即系佢可以攞 SSR 嘅机会非常之微，系咪5次5年抽一定抽得中咯？但系我而家攞只 SSR 系货翻嚟嘅，明咩事啦？明咩事咯 ？WTF！知唔知之后咧，基本上就系你占地盘，你占地盘嘅时候就会攞到 OP point 啦，之后你嗰啲资源就会逐渐咁多起嚟。之后咧，科技嗰方面你就要咁样升级，之后佢嗰啲速度就会快啦，速度就会快。咁我顺便升级下啦，我而家谂住储钱睇下可唔可以升呢个。之后而家目标咧，這个目标真系难到爆炸，我真系唔知点打好啊！打个飞机啊，屌你老母！唉，我讲啊，总言之咧，佢地当有级数啦，最即系冇嘢嗰啲咪一级咯，之后呢啲咪二级咯，之后呢啲咪三级咯，之后呢啲咪四级咯，之后反正咧，我就最高都系打四级地嘅啫，之后依一笪全部都系我的地盘，之后我隔篱嗰啲人咧，基本上都系系住喺我附近嗰啲，基本上都系 friend 嚟嘅，系冇错，都系 friend 嚟嘅。咁基本上我系有联盟嘅，咁即系我系入咗联盟嘅。咁联盟系咩啊？大家就希望你自己揾得到啦。但系我就唔系太想，你唔知即系点讲咧？我觉得成件事系非常之尴尬。我同你倾偈，倾下偈咧。突然间倾到一个有个新嘅 YouTuber 弹咗出嚟，之后咁当然我都好极力咁隐藏自己身份，我仲呃咗自己，你话唔好讲自己身份，唔好讲自己身份啦。虽然我咧喺个 intro 得到咧都讲咗，即系 intro 都讲咗，但系咧冇应该唔会人查我名系嘛？冇人真系公知咗查我名系嘛？即系总之我系倾到尴尬到爆炸，即系我尽量忍住自己唔讲。点解我忍住自己唔讲咧？因为嗰条友做咗四即系四个几月就有300订阅，我做过一年几先得个270，搵人救我。唉，总言之咧，基本上占领地数嗰方面，我都系留一块空地嘅。咁点解留一块空地呢？因为有时候要打嗰啲类似我俾个 point 俾你睇。類似依一啲嘅領地即係問題，總言之咧要打啲咩據點嘅，咁總言之係據點係打贏咗嘅話咧，就即係我哋總言之我係全成個國家咁樣打落去啦，總言之就係唔知點解莫名其妙咁樣，我竟然打贏咗呢個，我諗緊 what the fuck 點解我會打得贏？唉，真系同大家讲咧，這个游戏咧，佢个机率真系咧微到爆炸。我可以试下抽一次，抽一即系
招募一次俾你睇啊，攞金币招募。全部都是 R， 唔系 R 就 N 佢个屎啦。我哋试下招募50次，我唔信佢会多啲咯。一樽，我顶你一樽 SR 都冇，一樽 SR 都冇，我屌你老母啊！之前都会抽到几樽 SR， 我突然间觉得我之前好好彩啊，而家一樽 SR 都冇，你同我玩咩啊？玩咩啊？啊！食屎啦！我屌你老母！你唔知 SR 卡都有一堆嘅，咁我成日用嘅就系、是、我入翻去中烟先。我成日用嘅系，诶出翻嚟，我哋就系咁样废泣咗五分钟。我都知道自己咧系一个加料者，屌你老母！啊，系啦。咁总言之就系幻光，呢啲就系沙华，沙华系攞嚟升，即系升科技啦。幻光系攞嚟医自己。之后咧，我去到后期，我已经唔敢用幻光，即系谂紧顶幻光好难，好难，很烦啊！即系佢系会唔会提供一个足够嘅数量俾你？所以咧，我而家非常之想要呢样嘢，80000个啊！屌 ，OK， 我哋翻翻编队，编队诶。冇錯，我只 SR 係貨，即係 SSR 係貨翻嚟嘅，呢只係貨翻嚟，首充就有噶啦。之後依一個就係、是、好，其實我想開出嚟睇。呢兩個咧，佢哋係冇錯，因為佢哋兩個係類似拍檔之類物體，所以我就將佢擺埋一齊。咁好，依一度咧，依個就係我發覺依一個同埋依一個應該係夾得埋嘅，所以就就都放埋咗一齊。依一個喺度升緊啦，之後依度係冇錯，依、這個又係咧，只要登入就攞到嘅 SR 啊，真係温廢啊！唔知兩隻都練緊啦，之後第四隊咧，即係多謝咧某條友教嘅方法，即係咧。呢、這個方法真係好鬼正，即係你可以揾條友去試探下，之後你可以即係喺睇一睇戰報，睇完戰報，即係睇戰報嗰度睇下自己打緊嘅係，即係自己打四級地打咧，係咪打緊 SSR？ 係嘅話就即刻走。之後同埋睇下有邊啲邊啲屬性邊卡曬邊啲屬性咁樣。咁當然我屬性嗰方面我就冇理到啦，知唔知我笑打嘅？阿會長話好靜，唉，算啦，唔理啦。佢中意話靜就靜啦，哎呀，我都冇辦法覆佢噶，大佬，唔通我而家就要講啊？係啊，好靜啊，點啫？之後基本上咧，每日免費攞錢，之後就試可以換沙華華光。咁換就我當然唔會換啦。我會考慮攞沙華去換華光嘅。咁之後仲有一個養成系統，都好嘢啦！養成系統，我頂我個肺，咁都玩得落嘅咩？先啦，玩即係喺個收取確認之後，總之派一堆人去探險啦，探險結束。唉，之後咧。就知唔知开始探险？人力不足，也许是因为之后基本上咧，就 keep 住提升好感度啦。之后你去探险嗰啲嘢攞翻嚟之后，你系可以整嘅，系可以。诶，点解有咁嘅嘢嘅？我几时死咯？我几时有啲咁嘅嘢？唔系有人送俾我嘛？我相信呢、這个。呢一度應該冇去到宋公宮勁，之後咧保存啊咁樣，之後你嘅舒適度就會提升。咁當然我都想去舒適度快啲提升啦。佢提升咗之後，我就可以攞水晶。啊唔係啦，唔係啊，哎呀，啊唔好成日諗錢。之後仲有咩咧？係工房呢度，我相信應該可以整到嘢啦嘛。
係整一個腳墊，之後再可製作。其實攞水晶買會快啲，但我唔想俾錢。理解到嗎？我唔想俾錢。因為冇錢好俾嘛。之後就擺落去。我係咁樣嘅，幾得意喎！佢係類似，唔係喎，佢係真係公仔嚟嘅喎，佢唔係地氈嚟嘅喎，死好得意呢種嘢。我覺得佢有少少似奇蹟暖暖，係佢真係有少少似奇蹟暖暖，理解到嘛？哎呀，死啦！點解會變咗奇蹟暖暖嘅？大佬啊，唔好咁玩啦！冷静啲，可唔可以戰佢底？诶，可以喎，又唔系唔可以喎。之后呢度可以戰底啦，定系唔得？佢咦，佢唔可以摆中间啊，好烦啊！大婆，摆喺度，摆喺度啦。啊屌啊老！大家俾少時間我啊，係咪先 ？K 搞掂 ，yes！ 啊，真係，又做啲咩？因為我覺得依個都可以整，唔夠咯，屌老母，唔夠咯。之後咧，依個可以擺邊啊？死啦！真係越嚟越似奇蹟裏面發生咩事？我唔可以令佢變到咁似奇蹟裏面嘅，如果唔係咧。系啦，嗰啲奇蹟暖暖上个礼拜冇更新咧，系因为咧实在太忙啦，我觉得好烦啊，所以成件事就系咁样延误咗。大家唔好打我，真系唔好打我，我唔想死。你可唔可以翻转？其实翻转咗个距离都系冇变。觉得可以摆个头啦，唔好烦啊，摆个头。又可以再翻轉，算啦，食屎嚟，又撳錯咗啊！OK， 我哋終於翻嚟啦！我真係覺得我自己真係手殘，我真係手殘。总言之，基本上呢款机我一定会 keep 住玩落去，因为咧实在太好玩啦！你明唔明？即系同多人倾偈，倾到好开心咯。喂，大佬，至少我会开心啲，大佬。前途有希望，屌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讲笑啫，讲笑啫。好啦，今次嘅介绍就去到咁多先啦，基本上都冇乜嘢好介绍噶啦。系咯，都系咁玩啫嘛。睇下佢，可能要睇一睇佢嗰十几日完咗之后会有啲咩变动，先再拍片，或者佢有冇啲咩联动活动嗰啲咧？成日啲初音联动啊，初音唔知点解好中意咧联动噶嘛，即系又搵永七，又搵风之谷啊，之后仲有搵咩话？之后仲有唔系喎，永七佢都好似搵过两次，定我记错咗？唉，之前知 Fogelider 個角色基本上都好中意聯動，即係蒼之紀元有聯動過一次，都係多謝咧蒼之紀元。但係蒼之紀元有少少太過容易爆機，我覺得。好啦，總言之，好啦，我 Darky 咧同上嚟下一次，再見，拜。